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家小公猫只有一个蛋，一开始我以为是先长一边再长另外一边，后来事情开始不对劲了，我发现它好像偏科了，我赶紧去问医生，医生说这种情况要尽快绝育，要不然会出现癌变的。这也太离谱了，拜托我是女生啊，这我不懂啊，我也不让猫恨我。医生，你能刷门抢猫吗？咪咪，跟我走，绝育，绝育。顺便带宋总也去看热闹，正好买了新车二维塔幺幺。不是，你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车位啊？我们这里停车场是比较复杂的。你要不然用这个 APP 代客泊车辅助功能好了，首次进入陌生车库，清除两次屏幕，它就能建模出停车场的复杂环境了。建模完成后，第二次就能自己找车位和倒车入库，而且只要去过的停车场都能记录路径。这车比我还聪明。废话，小心，你不要走啊，爸爸妈妈去救解决小猫的大戏，我得休息会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车除了有完美的外观，还有一个超适合我的宠物模式，人离开，宠物在车上完全不担心，车上的硬件宠物碰也没事。手术好了，快来接演员救命。小谢，妈妈来了，你在哪里？小谢，是妈妈来迟了，这就带你回家。哎，又是辛苦维系母子关系的一天了。